点半先风水，它有原因的，它是三合一。什么叫做三合一？它有三派的风水。在台湾呢，很流行的一个派叫做长缘法，也有在里面叫做刑法派，我有放进去里面。好，然后软头派呢，用在那里最多啊，用在中国最流行的就是软头派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呢，最流行的就是刑家啊，很多人都有学过刑家。不过我这一个三合一，我抽精简化它的精华出来用，没有用的我cut掉全部。本来这个课程我是要用3天教完的，过后我觉得这样做可能你们很多东西学不到，因为讲得太快，一下子3天教完你们吸收不到。因为在风水里面最难学的就是这个三个派，每一个人学的是学到一点一点一点的，用不到它的精华。这样在这个门派呢，这个呢它是讲什么，它是讲真正讲的是环境的影响，就是我们好像你看打开这个在帮人家看风水是用不到，你们可以带自己的家，从明天的中午早上到3点前你可以用，8点到3点前你可以用这整个户籍来感觉。这个很多人不知道也没听过，所以现在我讲的风水是你们听过没有听过的风水啊，感觉他只能生你不能生，他不给人家看，可能5年10年住久了，这个女人嫁不出了。如果嫁了才搬进去的人，如果他也非常的能生孩子，他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情况他已经有这样的事，内如果没有外地的，在内地的。
配锁啪，嘣，断键啪，轰配锁啪，嘣，断键啪，轰配锁啪，嘣，断键啪，轰配锁啪，嘣。